大家，我现在已经在我哥廷根的家了，然后我刚才出去买了个 dinner， 然后现在回来吃晚饭，因为我今天下午四点多钟才到了哥廷根，所以家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只能出去买一点东西吃。那么今天晚上呢，要去一个那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有一个 event， 他们晚上七点会有一个 pub night， 然后打算跟约了一个同学，然后和他一起去，准备出去 hang out social。我已经很久没有很正式的出去 social 了，今天是回来的第一次。 Yeah， 我现在要出发啦，去那个一个 pub。 Yeah， 好兴奋呀。 Yes， you got multiple are on the left side。这个就是我下周的行程表了，满满当当的，而且我下周还要两次去一下医院。OK， thank you。这个是我刚刚去书店买的书，这个书是我看的那个德语杂志，叫做 Deutsch Perfect， 然后他就推荐给德语学习者，然后其中有三本书，这其中一本就是这一本，所以我想买来看一看，还挺厚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读得完。我回来了，从二手市场淘完回来了。第一个是我手上买的这个戒指淘的，好像这样看会好看一点吧。然后这是2块钱淘的，然后它是这种可以戴这个。里边戴的就是这种松紧的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个很，虽然有点夸张，但我觉得配衣服的时候还蛮好看的。啊，这样的话，大家看，哎呦，就配衣服这样的话还蛮好看的。再一个就是买了一个这样的小凳子。我这个买凳子，买的这个小凳子的用途呢，是我想把这边的这个换一下，然后我现在来换一下看看。哇，这个哇真的好沉。对，这样子，哎呀，这样子还蛮好看的。把这个拿走，这样子的话就很好了。除了刚才那个小凳子，我还淘了2个烛台。我一开始是买的这个烛台，然后呢，这个是4块钱。但是后来我
走到快结束的地方，我又看到了这个烛台，然后这个才1.5块，我觉得这个很好看，然后所以我就把这个也买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留这个，可能如果不留的话，我再出去也可以。除此之外，就是还买了一个这个扣壳，然后这个就是20寸的，然后因为家里不是很多，然后就买了一个可以装一些剩饭剩菜什么，放在冰箱里面蛮实用的。我现在在试哪个比较好看，先把这个拿下去，然后这个区域，哎，放大一下，这个区域大概是这样子的。这是黑色的，然后这个是银色的。我怎么感觉好像黑色的会更好看一些，好像更配这边的这个颜色，我感觉好像黑色的更好看。但是这个我好像觉得它放在窗台边也很漂亮，然后就把它摆到这里来，然后也很好看。好吧，那就两个都留下来吧。我觉得早餐几个肉片和 butter， 然后一杯咖啡，吃完饭我就要出发去学校了。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heiße ich Sie ganz, ganz herzlich willkommen im Wintersemester 2022-23. Mein Name ist Eva. Sie kommen vielleicht auch an dieser Kleidung an. Du machst hier im Master Dach. Lernmaterial, Laptop.Auch geschlossene Getränke, also das geht auch. Das geht auch. Oder auch ja, wahrscheinlich Lernmaterial dann.Morgen, 今天是星期二，然后今天的行程安排呢，就是，9:30的时候到11:00，然后我们是一起吃早餐，然后11:00之后呢。到1:00左右是有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问题，然后有 studium 的一些Beratung，然后再下来的话，下午的话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们专业里面要学一个，每个人还要重新再学一个外语，然后他会讲一下这个叫做 Kontaktsprache， 他会讲一下这个是什么。然后今天下午的话就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晚上是9:00，我们有一个 Kneipabend，就是我们会去小酒馆里喝喝酒啊，聊聊天这种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行程啦。那我现在从家里出发啦。OK， 困难。So, wir machen jetzt mal den Test. Kann man mich gut verstehen? Ich bräuchte mal ein Zeichen aus dem virtuellen Raum, ob man mich gut verstehen kann.Ja, also ich kann gut verstehen. Sehr gut, das freut mich. Dann haben wir schon mal Problem 1 gelöst. Du darfst reden.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你们说，歌厅跟现在的这个晚上已经不是晚上，就如同8-9点一样，太夸张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情绪有一点荡，就感觉好像，开心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如果后来慢慢啊，我知道我为什么情绪荡了。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专业里面有一门课要选一门外语，然后我就很想学韩语啊，但是他没有韩语。OK， 我看了还有日语，然后啊，这个外语是我们必须要修的学分啊，然后我就选了日语，结果呢，就是。我跟你说，这一周歌厅跟整个每一天都是这样充斥着的，一直到晚上夜里。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去那个小酒馆跟我们专业的人见面的时候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女生，就好像应该是喝酒啊，喝醉了会不舒服，然后那个救护车来救她。反正就是我报了那个日语课，然后就他是那种抽签式的，不管你几时，不管你是早报还是晚报，就是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然后今天下午就收到消息，就我没有被选上啊，怎么这么难？我觉得我在比勒的时候，那些语言班其实都很好升的，你只要提前报名，然后基本上都可以升到。结果现在就是 ，Toy，Yeah， 大家为我欢呼，我没有选上日语课。然后我看到他说我没有选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去选了一些其他的，就是对应我现在那个新的那个 stream plan， 就是我空闲的时间还可以去上的其他的外语课。然后选来选去，好像只有那个 Finnish 芬兰语是时间有匹配，然后他那个课程安排又比较好，有一些外语他一周要上三节课，那么我单单就为了修一个这个外语的学分，我每周还要去三次上外语课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划算。所以最后我就选了时间点也合适，时间时长然后也差不多的，也是每周两节课芬兰语，然后就选了这个。但是我有点担心我学不学得懂啊，就是因为我很想就是把第一学期把这个课修了，然后这样我后面就会轻松一点，所以我现在心情有点淡。我把我买的这个烛台放在这里了，然后后面然后放了几个蜡烛，这样装饰一下可能会比较好看吧，然后晚上他们来吃蛋糕的时候也比较有氛围。这是刚刚浩浩荡荡，好多人在这里留下来的案发现场。我现在要把这些洗掉，要不然的话明天室友早上起来可能在这里没办法做饭吃饭了。把它清理完了之后我就去睡觉了，今天就等于现在已经快11:30了。我现在给自己煎一个手抓饼，然后我准备在这里一边听 Zoom 一边吃饭。这是我的早饭，前天说的饺子，然后把它煎了一下，然后煎了一个鸡蛋。现在准备出发去火车站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安排是大家一起在火车站集合，坐火车去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做汉密顿。晚上的安排好像是我们要去一个 theater， 然后要看一个 comedy， 就是一个喜剧，但是我不太确定我回来还有没有力气想去 theater， 所以就暂时先看一下吧，然后回来再说。姐，她给我房子，每个月给我新房子，然后大很厉害，但是我爱你，但是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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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Ja, einmal die andere Seite, genau. Danke. Danke sehr. 233. Ist das mit Blitze, ne? Hier. 229. Das ist 6. Ja.